老的感觉。哦呦，哇，这好乖啊，好甜啊。哎，这个就很日系了，你发现没有？是那组的很日系吗？很甜啊，有点符合我的口味。真是，哎，王老师，刚才腿长的也是你口味，这个长得乖的也是你口味，不一样，这是暴击。啊，这种的，这种的，因为我挑花了，这种的。太甜了，太甜了，还是他们才应该叫 sugar， 你知道吗？好甜。哎，有个动作没跟上，我发现了。全是我妹妹，哇，全是我妹妹。让我想起很多那种日本那个女孩，在上面唱歌的时候，下面一群，然后跟你来，我们来，一二二，一二二。你们真的太痛了，简直，我操！哎，我说实话，单从这个时期来看，它的剪、它的摄像跟剪辑要比很稳定啊，要比那个好一些，比较好一些。你们居然还有闲工夫去注意那些东西？我的眼里只有女孩。我们是专业的，我们是专业的。但其实它难度不高的。这难度不高？不看难度，不看难度，不关注难度，那就算是啊，西巴，段奥娟，记住了。vocal 担当，这女孩叫陈意涵，对不对？哇，哇漂亮！我好喜欢那个高音哦，她真的好。哇，你看，哇，年轻就是好啊！嘿，哎天，嘿。嘿，神经病啊！嘿，神经病！嘿，哦，太美了，太甜了，太甜了！哇！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好美啊，真是！哇！哇！这我觉得双马尾的好看，双马尾的好看，口味了，知道吗？双马尾的好看。没有，我是持以一个艺术的这个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。如果说这是一个秀，这是一个表演的话，他是故意把这种可爱演给我看的话，我认了，我也认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感觉像那种突然冒出了一束光，突然冒出了一束光，照亮你就像你们怎么就不愿意承认自己很猥琐？我承认，我不猥琐，我不猥琐。太喜欢那个段奥娟了，就是唱歌的时候声音很甜很空，给你感觉就是很透明，他的歌声有点原始，他脸有点微胖，鹅蛋脸。但是这种其实最乖，我觉得这种他如果再瘦一点就够。就我是还是那句话嘛，就是在校园里面遇到这样一个女孩，你绝对会喜欢的。对，那种暴击的，绝对会喜欢。你们都被段奥娟抓了，我在这一场上面 pick 一下陈意涵，我 pick 一下赖美。可以。